来。来，请各位，请各位，你看，所以物理师兄说，三分钟，果然三分钟就到了，三分钟。手电号码。对对，好，花老板，来来。来，请各位速效师姐先生到我们各位主持人，明冠之秀翁迢迢，海螺轮身带一路寒胸开龙顶，开龙顶书海寒龙明冠书如海，英雄名红霞，海亮开亮地，海向东，海向东，海入心海，一路身在了海亮，红雕一世永对面，红雕在秀光一把海的心，看掉明世花，啊，别秀海海流名山代表地。把包包交给今天神灵佛带众神万佛哈。送师佛，今天明天代天巡所，哈，每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下来代天巡所。新美个两天素华汉代边关，锦丝了天条，林红梨真拢需要爱修完，这是用你的林红梨不相好。孩子，来来来。天海渺小，是爱的点睛默默，开亮秀霞，是东是。好，
真的漂亮。我的龙儿凤女，赶快来把你们的功夫交上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母娘真实意。恭喜大家今天新逢盛会，神人共聚一堂，此刻有一位大大贵人在此，就是圆通古婆，也就是我们无极姚师母转嫁凡尘，肉身在此，就是我们活佛上师行尊亲，天乐交响，擂鼓齐鸣。叫他去拿，叫他去拿。啊，对，你赶快回去，负责回来这个印，拿收元的东西。姚师金母下凡尘，圣机真容度世人，为得普传成勘探，命教人圣早排行，要知老母下凡意，姚命归盘快展开。好，龙翔正德来来，龙翔大师请。龙皇母丹皇帝祖皇母朱莲在外前，祖皇母朱莲在的啊，龙翔就是本尊啊，这公啊来七彩和公就在人间，就在世界新台湾，开有公，开有名，开到佛道正合一，佛道正合一啊！祖母本尊祖灵在龙翔本尊，悟明啊，上香，这边哎上那个哎嗯。允文呢？允文叫他过来。赶快，不是毛巾啊，毛巾啊，毛巾，赶快毛巾，毛巾抱抱抱，快点毛巾抱去，让他毛巾就好了，嗯。毛巾大一点，毛巾多一点，毛巾多一点大一点，毛巾大一点。要用水，用的是笔纹，哎，叫笔纹开始，笔纹。好，毛巾湿一点，开始，哎。来。来，这。放下。来，放下。那个湿毛巾准备一下，大灯弄开，它不会烫的，它会烫的。湿毛巾准备。哎呀，给你提供三观，要师傅来做主。我啥我啥啥啥，提供花给的款式给，提供花给的气贵给。提供我家一切 OK， 我要我家的款式家，我要我家的气贵家，我要我家的一切 OK， 大姊我家的款式家，大姊我家的气贵家，大姊我家的一切 OK， 乾坤倒转。昆德来完成，一切 OK 啊！我上，我上，我上，我上。啊，我大家大家，昆德来带动啊，护国说言啊，啊，乾德做昆德，大家看到做的，哦，书面大家来摆好，都袂乱啊！啊，大家想来了解，安那摆安那摆，摆好，大家摆好。才有办法来护国说言，啊，教育
然后后面才来啊、准备后面的教育啊、要教导你有你的使命啊、教育你就会到时候就要来教给佛道证，教给证的过程，大家要合作，现在要点兵点将而已啊、不是点大啊、从道教啊、平山中带兵，修完带兵修完，是谁呢？修完中带，你爱来修完。修完，带马来出京，兄弟妹两个心，红烛胸开，红的。一条金线妹，一条金线妹，恁爱何来情？家有山有。兄弟，兄弟来高梁山拜，我奴来修行，修完了天干，生命不自性。
恭敬恭行礼。吊金开桥连钓，深海分金钓开，金关在钓，手海出红绣弯钓，就离开香钓。他敢没有松口啊！哦，他听不出声。情情情在情，江海流。行，好，时间已到，快放开。进宫观礼，交定。行，交流，先离开。龙门参见了。天空不断上线的条件，我不要我一场佛教，一旦错笑几声我听众人，我听众看三年红，一开始撼动一屁股就三大名医听我拜太平清酒三以后亚细仙云的以后这尊水户的凤将过来在哪里留下来谁爱家属给你多没你多就加个球家属仙酒下身仙酒留下我天上呀，海边啊，心飘飘飘，身飘飘飘，红绣红绣，花是红绣，龙脊尊心为爹。要改心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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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将。人家下庭祝福红军，人家中山主，希望汉都护上，迎击汉朝下的英雄汉将。我祝上。好孩子，
往后多少龙男凤女要修的程度够的，才能到我道场。在和天大道院，我一介布衣，你能识得我如来真面目，奈何到了我这个小家庭，就要考我母娘呢？那我母娘就是这个样子，假如母娘穷，孩子不认，是不是啊？那也不是我的孩子啊。母娘就是在这个环境中20多年来云游世界，跑全世界，走透透的跑，你们可曾行道吗？嗯，蛮辛苦的。母娘辛苦了，母娘辛苦了，感恩感恩，不要说感恩，妈妈辛苦了，妈妈辛苦了，妈妈心里好甜哦。你们这些孩子生了这么好的孩子回来，妈妈心里好甜呐，后继有人呐，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后继有人，往贤者继续努力培养人才，为后世做一个典范。妈妈辛苦了。来抱抱你的姐妹。娘，你的恩公修得如何？看看能不能见见这些龙儿凤女啊。这是地界的冤亲债主修到这么好的程度，你们感觉到惭愧吗？惭愧。来请进。有想出来呀。哈利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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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爸爸的戏你看看人家降服了自己的心，冤亲债主化悲愤为力量，化仇恨为修道，不再报仇而来修行。你看看人家冤亲债主的修行。感动感动，我在这儿立起面了。你爹地我呢，你的面感动开温下去，你懂吗？看到了没有，虽然是冤亲债主，人家修的功夫也值得我们上香。知道吗？但大起码的把你那一大概都没修了。所谓三七普渡，三七末节，三界大行普渡，今天让各位看看瑶池金母的天堂成绩单、地界成绩单都远超过我人界的成绩单。为什么人界的成绩单这么不好？人的骄傲，
因为太神经过嘛，当做神的，所以鬼有啥物好惊啊？人来做鬼，鬼来做神啊，了解无？哦，你们看看，这个头磕成这个样子。哦，你看看，这是人家地界的。值得我们佩服啊！这条完全走走我们道场渡了多少冤亲债主，有的冤亲债主已经在台中关圣帝君当了主神了，而我们自己还在昏迷中，不知道要轮回到谁世。你也别轻管什么都要有的性空法师，性空大师，您在入关圣帝君的位置上，你要来我们道场做一些演化吗？假若需要，你就找你的有缘人来附身显化，看看冤亲债主能成就关圣帝君的所谓。来，不迷，做个演化，做一个自信佛的演化。不迷是我在刚刚来到这个道场的时候，自信佛的一批成就者，做一个自信佛的演化，给众生们看看，你本身就是具足的佛性。雷界从桃园赶来，也是你的福报，今天能够从桃园赶来，让你看到这个盛会，您感动的哭了，这就是我人界的，你就哭吧，这就是我人界的成绩单。惭愧呀，我惭愧呀，我人界的成绩单就收得这么少吗？希望你圣贤帮忙打帮助道，台北道场出现，请你去弘法济世，好不好？感恩，多多救助大家吧。来，不明。赵大爷，他哭得很感动。这个也不是护身，完全是我传承的自信佛。他这个是自信佛，我不是鸡头。啊，我的身体也不借给人家，我是我。啊，陈入敏。那么这是二十几年前我们的活佛上师啊，他的无上心法传给你的自信佛。你如果自信不够，第三支香啊，整个香才是入眼。当年我初到台中的时候，悟明还有很多自信佛在此修得非常高，只因为业未了，所以到目前只剩下悟明师兄一个。感恩他今天来此显化，二三十年的成绩单就到达这种程度，为何我现在会退步？只因为众生低，我的法就低。今天你们很有福气，看到悟明师兄的法，那就是自信佛的观音心法之传。请各位注意，观音心法，圆圆通教主在此，好好的修一颗圆通的心。这就是你本身的佛性，这就是他本身的佛，可以即身成佛。江山天，
感恩活佛上师，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大慈大悲。闻舍得相对，上天高的感恩叩谢叩拜，佛陀师尊上师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大慈大悲，显化教示人间天地人三界。今天有幸有德，星辰华喜，把地开金莲。这亲不怕火，仙女在处免惊了。下流星，天雕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性可佛性啊，舒服啊！看看你们的佛，我敢当机，我不是当机。自信佛，这就是我当年二十多年前训练出自信佛的本能，所到之处都是他的佛性的彰显。恭喜你云观。行观在流山，看到了没有，在你今生就修到这个程度，仙佛都要给你竖大拇指。虽然在很多地方被人误解，没有关系，勇往直前，再接再厉。谢谢感谢各位成贤大德，感恩。那现在彰显出二十多年前的修行，就到达程度。到了大陆的时候，他能够在大陆显化，到世界各地，他带着旅行团、旅行团到世界各地显化。所以当年我的弟子，我就希望他能够走入旅行界。你们可知道，悟明师兄是领导带团的旅行界，所以走遍世界，带天仙化，请他讲讲他的修行路程来。圆通导堂，庙虽小，能容三千大千世界。活佛上师，行尊清，顶天立地，无上心法，万万万年佛，亿万众生倒驾还尘。今日在此，为大众，为众生来做一个显化的一个道场，希望今天大家入宝堂都能够有所得，有所华喜充满。感谢大家。阿弥陀佛。那个麦克风给仙姑啊，让他能够把声音传出来。自信佛，你的自信就是佛，心中有佛，佛的本照去啊，肉体凡体臭皮囊，会听呢？会哦，会听哦。这厝呢会听，会烧哦，会碰拍哦。但是呢，你若讲神来护我的体，哦，我啥物都唔惊。但是我的身躯无咧照人诶，我嘛是仙中昆仑的地主啊，太上得祖、黄金老祖大天尊啊的地主，所以仙中地主身体无咧照人，无咧做东西。今仔日只不过是在家啊，向各位进行代表来做一个验证，
就是讲人定胜天，你潜在的自信佛的力量会当啊做一个印证出来，啊会当做一个印证出来。但是他要敌金宝尊尊，天地灵一。舒服啊！烫不烫？如果你的佛性不出来，烫死你！赶快送803医院。哎呀！再来，不够不够，再来400、500、600。哦，好，太好了，太好了，是吧？阿弥陀佛，阿婆东西神，你别给他接香，我是宠物灵啊，你要给我接香。是金人吗？我今天有作品，接人佛，接人佛。刚刚信通大师傅，刚刚信通大师傅，我请他进来，他有来。我说糟糕，阿弟阿伯来，学学也没来，谁要给他借？他也不敢借我的身体，对，啊。啊，我也不想借给他，对不对？那我自己可以吗？这勇者很多啊，勇者很多，哎，变化外多，很多。等一下，该谁？来，哥，这是谁？好，赶快买票。哎呀，你说快！我现在哈跟济公合，天人合一了哈，天人合一。他没有住我的身体，但是我是跟他连线，网路连线啊。济公上师啊，济公把那个济公的歌给他放一下。姚命归他的第二首就是济公的。来来来来，尊敬好师傅，啊，这功老师嘛亲。多年轻师傅啊，啊，母娘师傅啊，辛苦了，辛苦你了，在人间做显化、做教化，感恩您啊，感恩您啊，啊，我先享受哈。哦，拜托我来讲解。哪九位啊？啊，九位宝水啊，啊，自信佛。自信佛本身就是佛性，跟佛合一啊！哦，开始想当年在20多年前悟明到大陆，我就说开始两个字，他就耍出醉拳来把金刚身给护住，所以在大陆掉到冰天雪地的水沟，连掉3次，冰块都切到身上，竟然不感冒。回来他觉得很奇怪，师父为什么我去大陆你就知道我会有这个灾难呢？当他出发到大陆的时候，我说你有困难向太平这个方向祈祷，必然能够解困。当他飞机在冰天雪地接冻不能飞行的时候，他向天祈祷，活佛上师，活佛上师，让我飞机能开呀。结果5分钟的时间，太阳对准了空飞机场的跑道，冰融化了。15分钟以后，飞机起航回来，我问悟明：“你祈求成功了？”悟明说：“师父，你怎么知道？”所以，当你呼出你师父的名号，师父无所不在。这段往事都是他的亲身经验。所以奠定到今天，他坚信佛的存在，佛就是他本身本真。现在他跟济公活佛合一，表演一副醉济公的醉拳给你们看。好，这是在20多年前他就已经有的成就了。来，把瓶子拿下看看啊，让他洒脱的功夫给你们看一看。20多年前，师父当年还很无知。想想20多年后的今日，我对天界、宇宙界还是无知。希望各位前贤大德不遗弃我，再继续教导我。感恩，感恩。我今天有盯阿迪，希望他能够来，但是阿迪赶不到。你们看到了没有？悟明
漂不漂亮？漂亮。下一位，下一位。所以你本身佛性具足，好。哥，到底谁好谁呀？瑶池金母显花六次给赵永峰看。赵永峰，你敢出来现金龙像吗？好，来，嗯，来，本尊的呀，我。赵老师，他主灵，你的主灵，天堂的主灵，啊，老座的主灵，啊，瑶池金母有没有下来？你该见母了。哎呀！哎呀！哎呀！企到顶，真坦那也太神啦！啊，嗯，啊，现在太平啊！哎呀，哎呀，碰碰坦坦嘛，人气呐，坦坦上天利用开天啊！天地有眼呐，金蒙眼平，怎么会隐居在太平啊？哎呀，哎呀，我们可是看不落。来了！哎呀，天中寒山的红颜女，是寒啊！山丹娘那开山红颜寒啊！红颜女是空啊！哎呀，红娘在出去说话，连同你心马豺狼啊！哎呀！哎呀，红红龙马开山，蛋龙马开山，都没有仙女开台呐，来试验我看。不是你来试验，还让他看不起。红来，咱再买点呢。所以我们信神也好，要正等正觉，把那个请来，红教到前面来。漂亮今天就是看真护法假护法的人来了，龙旗龙盘啊，红龙啊哎呀，今天仙女不是给你有点火啊，四代火啊吹出来，四代火啊吹出来，龙旗龙盘吹出来，全部没上天的快关啊，不点把摄影交给别人，自己准备完蛋了还开始啊，太过分了！对，我们要真正护法，要真正护法出现。过来，那一个，刚刚那个，在前面。对，我们要真护法出现。来看，一个一个的会接力棒，母娘的软车出发，一定有大护法一再的接力棒。哎呀，太神了，嫉妒嘛太神了。
想慢，你想要甜，长命吗？太阳能太阳呀！哦，神风也都大力打。今天的这个课程，你们可以看到，修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情形。假如自己在这个神智上面无法控制得很好，很可能会收视率、收播率都不会很清楚，所以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心静下来。哎呦，我晚上那一头八卦一手打的我很看你看呐！太子梁少，我不是负三，在下姓钟，名无典，顶天立地，我不是智信佛，我萧然山。修行，把人间的成绩单再往上提升。这是我的看好，没有受伤。哎，哦，悟明啊，他要跟你学了，他的磕头没有受伤。谢谢大家。人界的成绩单，人界的护法。哦。哎呀，看来我人界的成绩单要追上天界、地界的成绩单了。好，不要了，不要了，继续的加油。好啊，好啊，好啊，真功夫，会关的先到会关，英雄出少年啊，好功夫，英雄出少年，哎呦。哦，你是年轻啊，这个功夫也只有你能年轻的时候用哦。所以修道趁年轻啊，莫荒废岁月。谢谢，感恩呐、啊！哎呀，啊，摸母娘手，母娘的背影你都认出来了，他还要验明正身，还要怎么样说？哎呀，母娘的前面被他们认出来，母娘的后面也被认出来，还要跟母娘验明正身吗？哦，母娘这么可怜呐、啊，孩子啊，干脆道路交给你们贤者来打包出道。孩子们，加油！龙潭龟兵啊，兵兵兵！刚才在母娘的背后认识母娘的啊，母娘的背影你都能够认得出来，母娘的前影他认出来，你们还要测母娘的左右吗？啊，信者信之，不信者就不信吧。玉皇大天尊已经告诉他这是母娘了，还要去验，好、哦、验吧，再验吧，哦，再验，再验。哎，松木开呀，兄弟，好算了嘛，开兄弟，你是哪天兵马泰山呐？九山洞万年青龙。哎呀，母亲亲爹啊！母亲啊！哎呀，乾隆啊，太啊！母亲今天被一考试，孩子你就出来了。哎呀，龙潭龙吟无排山啊，通山无极母亲节，九九九，盘盘盘啊！乾隆牌神龙盘，九九九九盘。嗯，对对对，对对，嗯，哎，不提了，对，充电，来充电，上来，还有要来吗？表演演化吗？给我们世人看的，来，我们是勇敢的斗士，斗自己的心性，不跟别人斗，斗自己的缺点，把自己的毛病改掉，这才是斗志，斗我们的志气。
不是斗人家的赌气呀、啊。来，孩子，假若没有人再来接受我的考试，那么我们请仙女众仙佛入佛堂。庙要有请进佛堂。嗯，我在等十秒钟。好，勇敢的来，大智大仁大勇啊，才能入佛堂啊！来，他起草诏书。那赵老师，他在寒假，就上去了。花园那里。我在那边。赵老师，打起来，小心。赵老师在外面，隶属。去了。好，请。进香。有考就有机会哦。不考就没机会哦，考试证都没有。我们的仙姑也在说了，考试就有机会哦。好，上去。快点说要三位。我们的仙姑在开始哦，鼓励你们啦，来吧。天堂最后一关还要考试，在人界你们能逃得了考吗？龙翔刚刚偷偷告诉我，他说那是假的，他刚刚演了一场假戏，然后真戏才导播出来。好，龙翔，你敢说是假的，那么你现在开始演真戏啊。无量清晰至真至寿，三界十方万民真才，明明上帝神人合一梦、金丹大道传天下。哦，刚刚是假的，性命双修一直开。讲出来看，要照出来，人人修道，哈哈笑。台北来耶，你们龙华三位变出来，哇！这位大师从台北来，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太监娘娘，哎呦，敢当！我们来唱两首歌，一首是《从江河》，把那个歌谱发一下。我们等一下唱，先让先不表演了。等一下，赵老师给你做伴奏，赵老师跟你伴奏，国宝大师给你做伴奏。好，现在看真功夫了。刚刚他偷偷叫别人转化，前面是假，现在是真。来，孩子们看真功夫。现在答对了。现在答对了。对了。对啦，现在对啦。兜一兜，你们开个玩笑。你们天天在道场里开玩笑。现在的风格是落木风，伊就现在我本尊，我本尊第一代啦，第一代，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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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何处是真，何处是假？我们的法无明师兄就知道，法无定法是为大法呀。现在出来真，好，再来。好孩子，好孩子，一场假戏，看看母娘的风范。母娘，请你三次亲自迎驾，你的假戏也该换成真戏了。哦，这次是演真戏喽。太有戏啊，在那边好好来修道修行。
哎呀，接来的我要你呀，苏先生，苏公开笑笑，胸开好上吊。来，快点照前面照。哎，照相快点，赶快，这是演的真戏哦，看到啊、哦？你们是真人还是假人啊？啊，你们借假修真。要修你的真我出来，真人出来，一场假戏把你们教化正，以后请龙翔师来多多教化，但是你们要耐心的等，等到他后面的教化完成，那才是真戏。假如今天看戏看到一半，那就是假戏。感谢龙翔师一生的侮辱受下来，母娘也是够疼你了。母娘要是不疼你，不会亲自出嫁了。来，牵着母娘走下去吧。来，银幕慈爱呀，开一家子。嗯，林母慈爱了。叫媳妇红娘啊，红啊盖，迎进的三啊祝贺迎，迎进啊天命啊恰满意，做了你红路，走出大道明，啊现啊心香。有的人们可爱将啊生，家无思念你以后受啊害，啊零散待。今日求无思念啊待，家无灵处有光啊情愿来，啊天地修。天啊天啊管可以念何处理念你当啊喊天来哎呀，要小心，小心！如何安排行事在得开应尽应应达天干应时应运走出大道秀面来今日令你更下海请把树林开的在应尽命中开尽见呐！这弄的好不容易，哎，孩子回来还真不容易呀、啊！咱大家爱袂参拜啦，吼，来参拜。你们今天看到了吧？灵儿啊，你们借假修真呐、啊，要修你的真的元神回来。你们看到龙翔师给你们演化的了没有啊？有没有看到母娘被他激的呀？有。你们也学到了多少课程呢？烟花子心烧开呀、啊！娘，
现在才有呼吁啊，你知道不知道？知道。现在今天孩子都回来了啦，要你每个孩子摘回来你的心呐、啊！你这个小孩少讲点话，别惹了我早一想了，你讲你要签合约嘛，你合约嘛，少讲点话，让我的孩子安下心来。安下心找不到啊，我有我那个带动啊，你现在这边呢、啊啊？你乖乖的，乖乖的。那我怎样乖乖要静下来，嘴巴不要开？他们都会说知道母娘你在哪里了。嗯，对啊，三个母娘有知影哈，有知影哈啊！你乖，你乖，啊母娘有知影哈。啊，今仔日大家真欢喜，众兄弟姊妹同奉圣旨，花灯中持记无迟，大家欢喜是笑眯眯，皇家保留圣家真兄弟。假素来，假素来，卡那样素。服装，服装还精致一个，服装，服装个标价好势，安尼都袂贵，安尼都袂贵。我来，军服团长，你有冇钱啊？
你不马台呀、啊，红马台呀、啊，你是不来不点，不点不来不点，我跟你讲哈。下当开票嘛，当让你去做工作，下当当买个工友，工友下当进行一直吼，三工就开一届，三工就开一届。我跟你讲，你有信心的人要学习，要赶紧学习。速成班先，可以五年求全多个，先初求全个，先年不得已多时拢有啦，时个大甲麻竹三清大竹，连天全的拢是大竹。底下进修，底下等教速成班，速速速速吼！我你有高二，我你有高二，我爱进修。虽然人侪，你话爱到一个境界，爱去提升，到一个境界爱提升，爱毕业毕业，唔